如果你不熟日本动漫文化，最近又常常在 TikTok、IG 等平台常滑到一个搭配着洗脑歌词、表情木讷、不断左右摇摆的男孩，那你一定是听到了日本新一代的迷因歌曲 Bling Bang Bang Born。 这个角色其实是源自于日本2024年动画《肌肉魔法使》的主角马修，而歌曲则是动画第二季的开头曲，由日本双人嘻哈组合 Creepy Nut 所演唱。官方动画影片观看数也达到1790万。这首歌能在社群媒体爆红，除了不断重复洗脑的歌词与好学的舞蹈导致网友们模仿以外，官方频道也跟着玩梗，释出不少声优的 BBB Dance 演出，让全世界爱好者们借由不同社群一起翻跳，席卷各大网络平台。